上周我们来了十位偶像，来到了大连这座海滨城市。当然了，最最有爱的还是世界冠军张继科、孙杨也来到了这里，和女神们做游戏、吃海鲜、坐摩托艇。快看，丽丽科科一来，嘉玲姐这是要搞事情啊！欢迎大家，娜娜，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件事情？你帮我亲他一下。你帮我亲他一下。调皮的刘总后面还有大招呢。快看我们队长袁弘，也有一个超八卦的问题等待着科科呢。那个，因为每次一说起你们，娜娜就说，哎呀，季哥哥是跟杰哥很好的朋友，杰哥也是，那个怎么样啊？本来就是嘛。当然了，在海边，娜姐乔恩也是玩得很开心呢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十位偶像在大连站可还有神秘表演等待着大家，记得锁定本周五晚8:20准时播出的《我们来了》，芒果 TV 也将全网独播，芒果捞新闻，捞捞的花絮可是放不停呢。好的。